即马是11:56，也是2020年7月24日礼拜五，啊，这是9.6K，碧路山9.6K 的90度那个断崖，这高度差不多有10公尺啦。我们对5:40行到准12:00好啊，安尼，5小时又20分钟。啊，接下来到碧路山应该搁剩好800公尺吧，应该去头一点钟就到啊。